对，几乎就得天天都得出，有天天都有出。班长，我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一个晚上连着出很多次警的，就是不会睡觉的那种连续出警？我新兵的时候嘛，最多一次一晚上是27起。27起？过年期间，当时还可以放鞭炮嘛。哇，的天哪！但是他这个出警归出警，但是到现场的话，他不是燃烧很大，他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家里阳台啦，或者是这个其他部位燃烧起来，很小。有警必出，闻警即动。啊，这个伟大的职业。哇，来，小游客，撑，注意队列纪律，向前看，向左走，目标操场正前方，起步走，一二一，立定，向右转。退两步，明白了没有？向前看，小心！你们好，下面请我们七名新队员。当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，喊大。第一名，第一名到，对，是。做自我介绍，我叫龚俊，是极限挑战的一员。来自哪儿？来自成都。多高？多高？身高1.86米，体重68公斤。报告完毕。来。是，你们觉得很可笑，我也觉得很可笑。你们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连一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都介绍不好。到，对，是。极限挑战的体验，我的人生格言是：是。希望接下来的几名同志也能够像他一样。啊，第三名，到。四名，喊到啊，到。第五名，到，对，是。既然你们站到我们中间，我希望你们能够遵守我们的纪律。我叫王迅，来自。到，对，是。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取胜。对，是。刚才鼓掌。分到两个班组，龚俊到，贾乃亮到，分到特勤一班。是。向右转，目标显示，起步走。咋走顺便了啊，这个是我们可以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到班里面，我们就相互放松一点，好吧？好，你咱可以 battle 一下。真的吗？哎，亮哥，这个单手俯卧撑，来，掌声。好，那我做了啊。亮，我这样。我这样，我用我的能力，我能做多少我就先做多少，好不好？行，就是我最多做多少，看人们能超过我，好不好？嗯。左膝掌松，左膝掌松，不要左路中，走路有真功。哎呀，好，开始了啊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，行了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天哪，厉害啊！十九、二十，哎呀呀呀呀！
double 直接，啥事儿没有，就是。哎哥，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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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P上亮哥。那我来了，累了吧？是不是累了？起来吧，你就是起来了。来，一个，两个，哎呀，三个，厉害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赢了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，哎呦，这大宝，十一，十二。十三，完了，十四，十五，可以了，够了，超过我们了，超过我们了，你累了，你是累了，十九个，我知道你累了，19他十九个，刚好十九个，他累了，如果啊再多做两个的话，你的手臂和软组织这一块啊会深度充血，拉伤不说吧，第二天你会乳酸堆积，这会对你们的就是，你们是抢险救人的，那雷子，我啥呀，我不行。左手了，该换左手了。左手不行啊，换个别的。行，亮哥。我只亮哥。你为什么要一意孤行，还要找我？我跟你讲，他们这种自爆的也不一定，就挑你了。我跟你讲，真不一定。真不一定、啊。亮哥真不一定，有诈。我跟你讲，你看他们来了。来，放松肌肉，放松。掰右手，刚才是右手。其实我右手已经抽筋了。来啊，来，一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好了吗？好，好，开始。哇！哎呀，亮哥加油！哎呦，我天呀！啊！我们是啥也不是，对呀。加油！啊！来了！又回去了，亮哥。加油！真赢了！我跟你说，我真赢了，行不行？行！加油，亮哥！亮哥，加油！加油！亮哥！哇！啊！啊！我天哪！太厉害了 ！MVP 亮哥！按摩！快！你满意了？让着，明显让着我。去管儿报没？报了。还推吧，那个推那个就推，看那把就推倒。我来，我也不会，没事儿，我也没怎么玩过。准备，照一下开始。首先搭上。我马上啊，十秒钟，我告诉他真传之后就好。嗯。吴兴生有一游戏称两棋生四象，四象演八卦，八八六十四卦方为太极之精华，是吧？好，别说了，可以，懂了吗？以柔克刚，不要太嚣张。来，懂了吗？开始。不是，我真的搞不懂这个环节，两个大老爷们推来推去有意思吗？这样子跟这个推是一样的，然后我们两个手握手，然后是一个手这样子拉呀，对，谁动也算输。大家说上，弟弟，你抓稳他的手，不会输的，真的，可以了吗？行，好，侧过来，抓稳，好吧？哎呀呀！哎呀特勤两班，受惩罚。你们有十分钟看消防救援知识。看了一顿咱们吃呗。谢谢。平时没这么好啊。一共有几道题啊？这里。哎呀，这个好吃啊！这什么？咖喱牛肉。咖喱牛肉火锅是吧？这个什么鱼啊？香辣鱼。鲍鱼还有。这有鲍鱼。那特勤一班全都有，起立！面前炫耀一下。好，行吧。难不难？鲍鱼来点呗。鲍鱼。这是鲍鱼啊？这鲍鱼。真厉害。别背了，你那么聪明，你没问题的，哥。过目不忘嘛，不是平时背词儿怎么背的？太多题了。
姑娘们，我估计不行。电脑着火了，正确的方法是，人都告诉你了。是，但我要背啊。不，你也干完了一碗饭。这好快啊！我泡汤了，主要。让我记一下，边跑边用手帕打。吃两口吧，我估计啊，你干不干扰也背不下来。飞哥真背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就飞哥的试错率很高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一下飞哥背哪几道题。他们要背多少道题啊？飞哥背前十五了。前十五了啊？时间到了，我现在把题目说上来。鉴于你们。可以啊，挺香的。特勤一班，你们吃完没有？吃完了。下面进行。可以用我家乡温州话来提问题。可以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温州话可以。一人一个哈。一人一个哈。我们可以随便提问任何人。不能。不能帮忙是吧？问到的同学请起立，站到这儿来，背对对队友啊。从后往前找。设置自动灭火器 ，A 泡沫灭火器。来。好懒呐、啊。文论是和这个是啊，文论是和这个对，没有成都啊，有有的成不能说成都，我考文论，成都话说，迅哥你不能说话，试用电器灶具时应该如何做才是对的、嗯、？A， 先点火后再开气，即火灯气，就是这个，不用念了，就是这个，你看，答对了，来，我提一个啊。是红包好干，哎，外翻的很稳。A 三 ，B 五五 ，C， 系你讲对啦。我唔知啊，我唔知。温州话好不好？我不会讲温州话。温州话不会吗？我用泰语问一道伦哥。萨瓦迪卡，格伦子才出米达。我们都韩国话。停用消防设施器材埋压圈站遮挡消防栓的将受到以下哪种？哎呀，我天！一般饿的时候啊，是不是透题啊？人的记忆能力都非常强，这怎么办？我给你讲一个，来。The number 61 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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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迅哥脸吓都红了。那你得用英文回答。好了。来，你来个俄罗斯版的，来。不认识的呀。我叫我先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出这个。行，就这个。行，这个行。展，就这个。我用 rap 版给你们说一遍。大。我考迅哥。不要打节奏，找不准节奏。消防车道的金刚和金冠分别不影小于什么玩意儿 ？A 三点五米四米，什么 ？B 四米四米 ，C 五米六米 ，OK。迅哥，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！消防车道的金刚和金冠分别不小，三点五米四米 ，B 四米四米 ，C 五米六米，没错没错。我们坐消防车吗？现在这个消防队这个车库上面。对吧？写了八个字，有警必出，闻警即动。嗯，是任何时候，在任何点。好，对，我们可以上去感受一下。啊，哇，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挤的哈。里边见了没见？我不是我坐过，但我觉得这个比擎天柱还帅。我们消防员的职责是保卫千家万户。嗯，车厢里的这些器材装备就是我们消防员的。你们闭上眼睛，感受一下这个消防车。你们现在已经是我们消防站的一个合格的消防员了，你们现在可以登车。入戏了。对，突然警铃响起了，然后你们要迅速的，然后登上消防车，这个很快，然后这个消防车到达现场了，我们要下车了。你们前面是一片倒山火海，你们敢上吗？敢。敢。何止是敢上。我们必须要上，对，必须要上，喊一遍我们的口号，啥也不是对，火场永无畏。学那个装备，班长，然后把那个新队员带回去休息一会儿。好，睡一下吧，真的。
不然的话就得，哎呀，睡一下，睡一下，睡个觉。天哪！上车，先穿裤子。OK。刚才我对大家第一辆车出动用时两分钟。刚才郭京飞同志特勤一班所在班组。哇。第二列后三名出列。请特勤两班给他们佩戴眼罩。骑行冠状组三名队员听口令。向右起步，好，各班解散，带回休息。向右走，好走，好，解散。嗯，然后现在干嘛呀？我们衣服还脱，来为自己鼓掌啊！咱们这出警挺快，这人生中第一次出警啊。那我们休息的话，我们就到三楼，三楼乐队那边看一下。好，我都先。你睡吧，行吧，我上楼睡觉了。你们先去，我去练铜杆。好，要不你们俩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吧？我表演不了，没有节目。来一个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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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？来个，来。来来来，我也不会啊。上吧，俊哥，我真不会。我觉得俊哥唱歌蛮好听的呀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你不知道，人送外号“歌舞双废”。别人唱歌要钱，我唱歌要命。我们命硬。掌声鼓励一下。好。互动一点，或者唱一下《架子鼓》。你一点都不会吗？一点都不会。那没事，你凭感觉跳，没事。这两个动。这个你这个要踩住踩住，一直要踩住是吗？对，一直踩住。对对对，再可以。我真的可以跟他们合在一起。可以啊，可以合啊，你可以试一下试一下，来来来。可以对，你也可以尝试一下，来，我来，很简单，你敲一下这个，敲两下这个，敲一下这个，敲两下这个。OK， 来，对，不要紧张，没事的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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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我都能实现，大声欢笑，让你我肩并肩，何处不能欢乐无限？烦恼拉不向前，我就站在舞台中间。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晴天。一起唱嘛，大家一起唱嘛。落的海边，那热闹的
如果恨你，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，我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。我一味的遗忘，最温柔的月光。哥，你没用过这个，确定？走走走，我上了啊！你要走吧。哇，这就走了，跟真事儿一样啊！对啊。Cool。小姨，到。换救援服。换什么？这个。换了。你换这个，我换这个啊。换枪械。一号、两号，前往高层开展灭火救援。响了，哎。哇塞！李佳音，夫君，哎，介绍一下，我是本车指挥员啊。啊，我强调两点纪律。啊，第一点是在现场不允许私自行动。好的。要跟着自己的班长。好。第二点要做好个人防护。好的。身上的装备啊不要脱。好。切记哦，里面是真烟真火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听见了吗？听见。好的。我更是爱你，同志。开车。好。你就负责，待会儿咱们如果说到被困者了，你给他把那个帽子给他戴上。好的，好的。抓紧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起来。跟我啊。好了吗？好的，明白。注意安全，慢点。侦察组在五楼走廊发现一名被困人员，正配合云梯车实施救助。好的，指挥部收到。专组注意被困人员的搜索。报告，救援组正前往火场搜救被困人员。慢点，慢点。火灭了吗？火打灭啊！哥，有人吗？这儿，有伤员，一二三，快走！好。走，来，老师，
头。哇，太不容易了。谁去救我去了？啊！你们谁救的我呀？你救我吗？那你是不是抬担架那个啊？你抬了啊？是吧？哦。雷佳音呢？可能吧，飞哥还没出。勋克从哪儿救出来的？地铁。他来地铁干啥呢？啊，地震。地震了。啊，你是地震的。对呀、啊。你怎么又哭了？对啊。每回哭一回，人救出来那一刻，有小孩吗？有小孩。往出抱的那一刻，你就会发现这个职业他们为什么能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。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你们的对我们的那种急切，和对我们的那种爱，和对我们的关怀。但是我说句实话，雷的声音我一听特别多的人，他下来以后比我还惨，还冤枉。烧的有点大呀。有军哥，据燃烧，现在我将带大家前往支援。左手炮灯。你化工装置发，我去。你到这边换你的服装。是。轻一点啊，小心一点啊。哇塞！行了。所以我们要一直绕着圈走。对。指挥部，经检测，火场温度为1500度左右。没有测出有害气体。化工组收到，化工组收到。同志，我去4楼，我3楼吧。那我到2楼。哇，有爆炸！2楼阀门的位置。好，找我命令。收到，收到。我已到达4楼阀门。哦。军哥，听我说，1、2、3，一起转阀门。太厉害了，我天！全部停水。把手伸出来。哇塞，辛苦了哥。没事。恭喜你们，所有的火灾都已经扑灭了，我们成功阻止了灾害的进一步的扩展。这次演练让你们感受了一下，倒是不一样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消防救援综合演练全部结束，表现出了作为一名担当、沉着和冷静。鼓掌！每天都在反复的操练。极限挑战，一起去看幸福。